39岁嘅周丽淇啱啱就喺社交平台宣布同内地演员傅宏明已经结咗婚。经理人霍文希呢日出席活动就俾记者追问呢件事啦。其实因为Nicky 不嬲都系比较低调嘅人，对于特别系感情，佢工作上嘅嘢，佢就觉得佢比较专注喺工作上面咯，所以其他啲嘢佢就唔系好中意提嘅。咁所以我哋都尊重佢嘅，咁所以但系呢个系一个認識了一段時間，而且是本身來講是再見翻之後咧，係喺埋咗一齊一段時間，互相了解，咁亦都大家都認為是適當嘅時間去喺埋一齊，咁啊做咗一個盟定，係咯。但係就有傳 Nicky 係奉子成婚嘅喎、哦，唔係即係唔係嗰個叫做咩啊？奉子成婚啊，唔係奉子成婚，係啦。另外，张柏芝呢日终于都在社交平台承认生了第三胎，前绯闻男友梁超峰又有没有留意报道啊？有啊，同事有跟我讲，即系呢方面的报道，咁都恭喜佢啊，因为知道佢是一个很喜欢小朋友的人啦，细仔啊嘛，系嘛，生了个，系，即系三个细仔咯，即系唔容易凑啊，依家都其实都，都系恭喜佢咯。